时期，有个人叫司马光，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。司马光小的时候就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，水缸又高又大，里面装有个小朋友爬到缸沿上玩，一不小心掉进水缸里。这个小朋友一边喊着救命啊，一边在水里挣扎。有个小别的小朋友一见吓坏了，有的小朋友这时司马光急中生智，他从地上水缸被砸破了，缸里的水流了出来。等到大人赶来的时候，掉进水缸里的小朋友已经得救了。等到大人赶来的时候，掉进水缸里的小朋友已经得救了。